每次都是我单方面的放低姿态。你啊，不能跟喜欢你的人交往吗？不要，越是难得越要拥有 BH 集团女主人这头衔会是我的。真是谢谢你，为了找到洋葱跟大葱，你特地亲自去了员工餐厅啊。哦，你至少该请我喝杯咖啡什么的，才算是有感谢的诚意啊。知道了啦，好，我请客。不过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简直幼稚到了极点，我是不是疯了？对不起。谁叫你抱一堆硬币来啊？我干嘛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爱是点点滴滴，全新两小时。